我打算跟牛世荣结婚了。啊？哎，我们在建国农场仓库的时候，隔着门当初不是说过吗？为对方做任何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，都是愿意这么去做的。你爱上我赵新梅是你自愿的吧？你为了我去捅人也是你自愿的吧？你进监狱关我什么事儿呢？你现在过得不好又关我什么事儿呢？我还得对你的人生负责吗？现在我算是明白，对一个人最好的报复，就是让他过他最不想过的生活，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事。你怎么起来了？你怎么下床了？你快回去躺好。我有话跟你说。哎呀，有什么话你不能明天说？你这样不好好休息，怎么养伤？就现在说。哎，好好好，你先躺好好不好？你看你这个手回血了怎么办呀？嫁给我。你我说嫁给我。你我娶你啊。你是说的是真的吗？啊。那个，咱们今天开会有两个事儿。第一个事儿是，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经厂领导研究决定，撤销赵新梅同志财务室会计，调离财务室，调往一线车间与车艺工人。啊，第二个事儿嘛，牛树荣同志，见义勇为，英勇护厂。经厂领导研究决定，即日起被聘任为我厂正式职工，调入一线车间任车艺工人。哥，你说的是正式员工啊？真好。今天咱们组来两个新人，一个好人，一个坏人。组长，那门口那个是好人呢，还是坏人呢？你说呢？组长，我来报道了。哟，赵会计。哦，不对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会计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工。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我可没什么本事关照你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厂里领导怎么想，一犯错误就往我们这儿塞，到我们这儿什么地儿了？嗯，我的位置在哪儿啊？我们这儿可没什么位置的位置，只有木头椅子。真的。忘了提醒你了，你要是技术不行呢，就找块布头好好练练，别浪费我们的原料，
千万别去请教任何人。我们这儿不比办公室，没有这么多吃闲饭。李组长，我来报道。哎呀，牛淑荣，我们都听说你见义勇为的事了，我们车间一线欢迎你。谢谢。淑荣，你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们大伙儿可都等着喝你们两个英雄的喜酒啊。快了快了。幸好厂里把你也分到我们车间来了，不然啊，老让犯了错误的人来，哼，我们大家伙心里啊都堵得慌啊。齐伟还真是好福气啊，像你牛淑荣这种连劳改犯都敢处对象的人，这世上真是少之又少。劳改犯？他对象是劳改犯？坐过牢？李组长，我要赶着去照顾齐伟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。赵新梅，以后每天你都最后一个走，检查好门窗。还有，当心点有贼，你对象可不是会抓贼的。淑荣。怎么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啊，我听说今天齐伟出院，怕你忙活不过来，省了会儿假过来给你搭把手。你可真细心。不过齐伟啊，他是明天才出院呢。明天才出院？还没恢复好啊？医生说想多观察一天，主要是我妈想感谢他，给他做一顿好吃的，明天把他接到家里来压压惊。你明天没事一块来吃嘛？明天啊？啊，明天我有事儿，那个你们吃吧，我就不去了。行了，叔叔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进去看齐伟吧。啊，替我跟他问个好。哎，子博哥，正好我有个事儿想要跟你说一下。啊，你说吧。我们边走边说吧，好吧？行。那个，我今天也成了我们厂的正式职工了。真的？啊，太好了，祝贺。哎呀，该怎么说嘛？说吧，叔叔。子博哥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你对我比我哥对我好多了，跟你在一块玩我也特别开心的。叔叔，我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，没事。哦，就是齐伟他跟我求婚了。所以我当然要答应他，你知道的，我等这一天都等了很久了。子博哥，叔叔，只要你觉得幸福和快乐，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支持你。不生我气吧？在那么危急的关头，那齐伟确实比我快了一步，就这一步是值得你托付终身的。说实话，叔叔，我曾经怀疑过齐伟接近你的动机，我怕他是为了报复新梅才来追求你。当然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所以叔叔，祝福你。你快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从今往后不理我了呢。谢谢你啊，子博哥。那我去看齐伟了。我走了，你没事啊，走了，拜拜。你看你那么优秀，
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姑娘。可他们都不是你。你对我好我都知道，可感情的事就是这样的，你说不清楚。我就是很爱戚薇。哎呦，咱们家可是好久都没包饺子了啊，我都闻到香味儿了。嗯，不过这个饺子啊，可不是为你包的，是为了感谢齐伟，他救了咱们家淑荣，今天出院，我想请他过来吃顿饭。齐伟是谁啊？哎，你怎么忘了呢？上回你生病，人家正好在这儿帮着照顾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看出来了，他挺善感着咱们家淑荣的。哎，淑荣真的不小了，该找个好人家了。哎，安玲啊，他们俩认识这么些年了，要是走到一起啊，一点都不奇怪。关键是啊，他能为咱们女儿豁出命去，这太难得了。就是这历史问题。哎，历史的事儿谁也改变不了，关键是只要他现在对淑荣好就行。毕竟是坐牢不是一件好事情啊，咱们女儿那么优秀，嫁给一个老拐贩传出去总不是件好事。哎，淑荣啊，是让我给耽误喽。要不是因为我的事儿，他能找一个更好的人家，不至于耽误到现在。你也不能这么说，这都是命，有的时候吧，也说不准，你会遇到什么问题。有的时候呢，遇到这个问题啊，也不一定是好事啊，还是坏事。今天单位啊，把我找去了，说是啊，为了要改善离退休干部的住房条件，哎，想分给咱们一套房子。这是好事啊。淑荣结婚需要房子，这成国跟咱们挤在一块儿这么多年了，紧紧巴巴的，你说这不正好吗？可是我不敢打包票这一定是好事，就看个人造化了。哎，我同意你呀，你的说法我的想法跟你一模一样。咱们家淑荣啊，委屈了这么多年了，他要是真的想跟那个齐伟结婚，那咱们就把这套房子留给他们小两口，作为他们结婚的新房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行啊，我听你的呀。那咱们就说定了。哎，别人说什么你可不能改啊。怎么会呢？哟，苏荣，怎么一会儿有事啊？今天齐伟出院，我想着能够早点去接他。这小年轻啊，几天不见就想啊。组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肉呀，跟着这样，好肉啊，跟着这样，跟着这样，跟着这样，我是第一。淑荣，淑荣，你可真幸福呀！进来呀，进来呀！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？
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，走得太远，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，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？是啊，咱们认识了有十来年了，这些年咱们一起经历了不少事情，也认识了不少人，那些人始终只是过客，而你始终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。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嫁给我，走到最这么点小事至于吗？什么叫小事啊？世界上不止就这么一个女人，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爱你啊！我已经结婚了，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。淑荣，淑荣，你可真幸福呀！亲你们快进来呀！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？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，走得太远，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，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？是啊，咱们认识了有十来年了，这些年咱们一起经历了不少事情，也认识了不少人，那些人始终只是过客，而你始终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。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嫁给我，走到最后。却没办法往回走，半颗心都迷惑，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。亲爱的，为什么？也许你也不懂，
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，说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你这都挑老半天了，你挑好了吗？不行啊，你这挑来挑去也没几个合眼缘的，你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吧，这临时工。不行，这事儿挺难办的。你不行，我来挑。你看，这个看上去挺老实的。这个，你这长得有，这配不上淑蓉这个。这个总行了吧？挺斯文的，又年轻。这个长得还行，但是我听说他妈脾气不太好，那淑蓉嫁过去不得受婆婆气啊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啊！我看你就是活活要把牛淑荣往那个劳改犯身边推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那个劳改犯在厂门口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已经向牛淑荣求婚了。求婚？啊？你啊什么啊？就是啊，就在厂门口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真不嫌害臊。啊？嗯，西梅。跟你说个实话啊，我觉得齐伟对我妹那样好像是认真的。你看那天在厂子里边，二话不说上去就救我妹，我这当哥哥的都自愧不如。你说我最风光当兵那几年，也没能给淑蓉做点什么。这回呢，淑蓉要是真喜欢那个齐伟，真想嫁给他，就让他们结了。牛成国，你是疯了吧？你脑子烧糊涂了啊！你亲妹妹要跟一个劳改犯结婚了，你还觉得可以？那是个劳改犯，是坐过牢的。再说了，你不为你妹妹想想，你为你自己想想行不行啊？你以后还想不想调动工作？还想不想提干？到时候你工作一提干的时候，家里一政审，有个劳改犯，你提个屁呀你！他们俩结婚，我绝对不同意。不可能！哎，那你不同意就行了。你们俩别吵了，先吃饭吧。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。我还有事情要宣布呢。妈，您要是要宣布淑蓉结婚的事儿，我就不出去了。反正你们牛家想跟劳改犯扯上关系，我一个外星人我没有办法。嗯。我相信我要说的事情你肯定感兴趣。我们单位要分给咱们家一套房子，我想趁着大家伙都在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。你要是不愿意来呢，我也不勉强。坐下吧。齐伟在啊，齐伟，今天这顿饭是我和你叔叔特意为你准备的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家淑蓉。吃吧，啊，都吃吧。哎，我们呢也不图别的。就图儿女平安，你能那么护着我们家淑蓉，我们谢谢你。来，这杯酒就算是阿姨敬你的吧。阿姨啊，我应该走的。来，好，吃吧，大家吃吧啊！吃吧，哎，嗯，哎，
你看看他，真是把这当自个儿家了，也太随便了吧！看着，行行。我记得从前你吃什么东西都喜欢蘸白糖，这毛病没改的吧？拿糖。我们家叔叔啊，就喜欢吃糖。那时候啊，什么都是凭票供应的。凭票？对，凭票。嗯、咱们家哪来那么多票啊？所以啊，也没有那么多糖给叔叔吃。有一次呢，你叔叔的一个学生给我们家送了一包白糖，叔叔啊高兴坏了。从那以后啊，不管吃什么都蘸白糖吃。我们当知青的时候，有一回大家伙一起包饺子吃，叔荣就在那儿翻箱倒柜的找，我们就问他找什么呀，他说找白糖。找白糖干什么？吃饺子得蘸白糖。吃饺子得蘸白糖，我们笑话他一整整一个下午啊。你看那点出息，来蘸白糖吃。真是难为你，这么一件小事，你还记在心上？哎呀，淑荣的事儿，在我这儿都是大事儿。叔，阿姨啊。我想照顾淑荣一辈子，您二老能答应把淑荣嫁给我吗？哎呀，你快坐下，你干嘛拉着我那么往前说？戚薇，我们这个女儿啊，样样都好，就是我跟她爸把她给耽误了。耽误了？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能不能够始终如一的对他好一辈子？答应。这十年来我的心中只有他。我会对他好的，一辈子。那行，我们同意了。好，好事好事，来来来，我们同意了。敬你们俩啊。等会儿吧，妈。您刚才不是说有房子的事儿要说的吗？是，我是要讲讲房子的事儿。今天呢，也算是我们老牛家双喜临门呢。上级要分给我们一套改善性住房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不用挤在一块堆儿过日子了。这是好事呀。按照政策，我们可以分到一套大的房子。我是这样想的。这套房子呢，就给淑荣和齐伟做结婚用的新房吧。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好。来吃吧，来吃吧，爸妈你们慢吃，我不太舒服，你先回屋。哎，还没吃饺子呢。吃，没事，来来来，咱们吃点。没有没有，嗯，咱们吃点，来来。今天晚上对我来说太非同寻常了，没想到我现在有了你，还有了一个房子，我一个劳改犯居然现在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我以后不许说什么劳改犯不劳改犯的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从今往后没有劳改犯，只有幸福的齐伟跟牛淑荣，听到没？
西门，是不是胃不舒服？喝点热水啊，暖暖胃。陈哥，嗯，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部队的日子吗？记得呀，我这时不时的就能想起来。我也很怀念我们在部队的生活。那个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空间，自己的小屋子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多开心啊。西门，我这还是第一次听你说怀念部队的生活，我还以为啊，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你都不愿意提呢。哎，你记不记得这每天起床号一吹，我嘣一下就从床上蹦下来，倍儿有精气神啊。还有咱们去那个食堂吃饭都得排队，但有什么咱们吃什么。你最爱吃那个糖醋小排。陈国，嗯，我最怀念的不是这些，我最怀念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房子，可以过我们的二人世界，你懂吗？我们现在住的也是自己的房子呀。那不一样，我们现在住的是你父母的房子，这房子里有你爸，有你妈，还有你妹妹，我怎么着都像是一个外人，我只能待在这个几平米的房子里，哪儿都不能去，哪儿也不想去。你看西梅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你可不是外人啊。哎，是不是妈又说什么话给你气受了？妈上岁数了啊，这老小孩老小孩嘛，回头我劝劝她啊。那好，你就去劝劝你妈，把那套新房子给咱们吧。啊，不是，那刚才吃饭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？那房子留给淑荣结婚用。那叫说好了吗？跟谁商量过呀？他问过你的意见吗？要是真有新房子，那不应该先紧着你吗？你是长子。西梅，你要这么想的话，那有点过了啊。那房子是妈的，妈愿意给淑荣，愿意给我，那都得听她的嘛。再说淑荣是我妹妹。是，你当哥的心疼妹妹，愿意把房子给她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房子要真是给淑荣那也好了，问题是你妹要嫁人了，嫁的是那个劳改犯。你听说过哪家嫁闺女还送房子的？咱们家淑荣是赔钱的货呀，我们总不至于大方到把一房子白白送给一个劳改犯吧。是，那齐伟他是劳改犯，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那谁让淑荣他铁了心就爱上齐伟了呢？那齐伟也就快成为咱俩的妹夫了。就算为了我妹妹，我也愿意让他们住这好房子。陈国，要是咱们俩以后有了孩子呢，你还打算让他住在这个又冷又破的小屋子里吗？西门，我知道你跟着我呢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努力改善咱们的生活条件。可是你要说现在让我去抢淑荣的房子，我这当哥的我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。新梅，咱们不聊这事儿了好吧，先把这热水喝了，要不然等一会儿凉了之后你胃就硬更难受。你知道我胃为什么不舒服吗？怎么了？因为我怀孕了。什么？西梅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怀孕了，我们的宝宝会在这个小破屋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
陈国，这就是你当初给我许诺的幸福啊。不是，那你怀孕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我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的。我有了那个孩子，我特别难受。我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做他的父母，因为我们没有条件给他足够好的生活环境。所以我想，我就偷偷把孩子拿掉了，我一个人难受就好了。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来过，他走了你也不会难受。你可不能这么干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，新梅？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。我知道今天你妈说会有一个新房子开始，我真的觉得才有了一丝希望。我觉得我们有条件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，为什么不去争取呢？我现在要去争这个房子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喜梅，你怀孕了，对不起啊，我误会你了。行，那我跟淑蓉说说去，我试试。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有点事儿想跟你说。正好我有事儿跟你说呢。是吧？嗯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先说。我跟齐美啊，我们俩聊了好多事儿，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有奔头。是吗？都聊什么了？厂里不是给我发了一笔奖金吗？齐美打算用来做一些小买卖，这样肯定比清洁工赚得多嘛。挺好。我们还打算用剩下的钱装修一下新房子。齐美说，家里是一定要安地砖的。一个是干净，二来屋里亮堂，地砖还能反光呢。是反光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不有事要说吗？你说。啊，那什么，那个新梅啊，怀孕了。真的呀？你可以呀！哎，爸妈知道了吗？小点声，还不知道呢。所以想跟你说什么呢，就是我这开不了口。哎，你说呀。啊，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把那房子让给我和新梅。淑蓉，你也知道新梅嫁给我呢受了不少委屈，也吃了很多苦。我就不忍心让他在这个环境里边生孩子坐月子，实在是于心不忍。所以你看，哥。哎，我这些年我也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委屈的。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只要我们单位一给我分房子，我跟齐伟马上搬出去，把房子再给你们好吗？陈国，这都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屋睡吧。你一直抓着淑蓉说话，你让她怎么休息啊？
淑荣，你要是现在不困的话，我们聊一聊吧。我们俩能聊出什么好结果？我看大家还是回去睡觉吧，明天我起不来，你也不会帮我请假的。淑荣，其实咱们俩早就应该找一个机会好好聊一聊。我想跟你说说你跟齐伟的事儿。结婚嘛，是一个女人的终身大事。我想以嫂子的身份跟你聊聊，你就当给我这个机会好吗？听见了没有啊？嗯，听见了没有？哎，别为孩子操心了啊，睡吧。关于你和齐伟的事儿，我有几点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。第一，齐伟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，他要是跟你结婚的话，你就是他的至亲。但是反过来说，一旦你们之间出现任何的状况，他无牵无挂的，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，完全可以一走了之，你就吃亏了。齐伟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相信他。第二就是齐伟的身份，他坐过牢，是劳改犯。当然你们现在是真爱至上，什么都可以不顾，可是你们要想到以后结婚了，他的这个身份会伴随你们一辈子，而且会成为你们生活当中一块巨大的绊脚石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你们半个人仰马翻，鼻青脸肿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，承受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。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。第三呢？第三就是我跟齐伟的关系。我知道我跟齐伟的过去你多少会心存芥蒂，但是我希望你看到一直以来我对齐伟的态度也是清清楚楚的，你也是知道的。我对齐伟早就没有任何感情了，那真的是过去的事情。现在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的眼里，只有你哥哥牛成国这一个男人。我希望你相信我。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些。我也没想跟你说这些，这是你哥的意思，他一直都很担心你，谁让你是他唯一的妹妹呢。一开始他也完全不同意你跟齐伟在一起，他怕你会吃亏，可是他也知道你只认准了齐伟这一个男人，也没有办法，就只能祝福你，希望你幸福。这些话是他让我跟你说的，他让我来劝你的。我只能说我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为我考虑这么多。可是心梅，你知道的，我从17岁开始就爱上齐伟，这么多年我只爱他一个人，所以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我根本不会在乎的。那就好，不过作为过来人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吧，爱情和婚姻生活完全是两码事。女人总以为是嫁给了爱情，最后却被生活折磨。我一开始也是因为爱情，就跟着你哥
跑到山上部队生活了。你哥才是真的吃了苦，他常年在山上执勤，就落下了风湿病，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，半夜都会被疼醒。我哥他有风湿病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他怎么可能让你知道？你哥人的脾气就是这样，有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，说出来只会让爸妈和你担心。但我是真心疼他，他要是还在这儿又冷又湿的老房子住下去，我都不知道。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了。这样吧，只要我跟齐薇好好工作，我们俩很快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的。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我们马上就搬出去，把房子给你们，好吗？叔，你也知道这不可能。等你们分到房子，那得何年何月？就凭你还是凭齐伟啊？还是齐伟给你画的一张饼啊？他是不是跟你承诺很快就会有大房子了？我以前跟他谈恋爱那会儿，他也整天给我画饼，一会儿说以后要挣钱买个小汽车，一会儿又说带我去大城市生活，我们还说要环球旅行呢。赵新梅，现在跟齐伟在一起的人是我，现在他爱的人也是我。你们俩的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提起。好好，我以后都不再提了。我就多说最后一句，你哥的关节现在已经开始有变形的征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肯定是会落下病的。你要是他妹妹，你就真心疼心疼他吧。我就是担心呢，这个赵新梅打房子的主意。咱们家女儿啊，从小她就单纯善良，我就怕到时候她因为赵新梅几句好话再动了心，把这房子让出去。这就是让，不也是让给她哥哥了吗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让给谁都一样。哎，你不喜欢让闺女跟咱们在一起啊？哎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赵新梅抢了咱们女儿的工作，现在她又想抢房子，她休想！哼，只要有我在，这回就不能让她把咱们女儿再欺负了。新梅怎么抢工作了？不是她自己考上的吗？没事，找事儿了，睡觉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根本就不了解具体情况，你太不了解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事儿。我跟你说吧，哎呀，气死我！谁让我揍你，走，快带你他了。
来着了，感觉今天有心事儿啊。七伟，我打算，我在想要不要把房子给我哥。你要把房子给赵新梅？为什么呀？我哥他关节炎犯了，再加上赵新梅她怀孕了。她怀孕了？为什么要把房子给他们呢？就算我反对。其实吧，我觉得你别觉得。赵新梅是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赵新梅。哎，你就算是把金山银山都给他，他照样觉得这事儿是他应该得的，这是他凭着聪明才智得来的。他觉得你依然是个傻瓜，是被他耍得团团转。你为什么要把房子给他呢？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他现在不是怀孕了吗？再加上我家这情况你又了解，我再想想，还不一定呢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要做小买卖了？啊，货都已经寄完了。觉得不管怎么说，应该比扫大街能多挣点吧。可我老觉得不是很踏实呀。可我总得多挣点钱呢。我得让你过得好啊，我得让你比赵新梅过得更幸福啊。我就是不愿意你什么都要跟赵新梅比。不是要跟她比，那就好像你在城里扯布，对吧？扯布你总得找把尺子去量吧，去比着看你扯了多少布。那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运转的呀，你总得有个东西比对着，你才知道你别的事情干得怎么样。那刚好它就是那把尺子嘛，那我总得比较着才能够让你知道你过得好啊。吃醋啊。我才没那么小气。啊，小娇气包吃醋了。谁我没有娇气包吃醋了。我没那么小气。妈，哎哎，妈，我来扫了。没事没事，别忍，你先靠近的。哎，叔叔，我来扫吧，你不还得忙着准备结婚的东西？哎，不用，让他干吧。这才哪是哪儿啊，下面他还得打扫新房呢。啊，那我擦桌子。哎呦，这还是你过门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你打扫卫生呢。哦，对不起啊妈，我之前工作太忙了。是啊，亏的是你呀、啊、要不然现在忙的就不是你，而是我们家舒荣了。哦对了妈，我想起来陈国还有件衬衣我没烫呢。陈国、嗯、你妈现在对我是越来越过分了啊。她现在是揪着我不放了是吧？当初我是凭自己本事考进厂里的，有什么问题呀、啊、哎，更何况我现在跟舒荣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，她升职我降职，你妈现在这个态度那就是落井下石。行行行，别生气别生气啊，那个岁数大了难免有时说话呢就不中听，但是我妈这一直以来对你和舒荣都还是一视同仁的。是吗？你摸着你自己良心问问，你妈对我们真的是一视同仁吗？要一视同仁的话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新房子住啊？要是你妈真是一视同仁，行，你去跟她说，
让咱们住新房子。新梅，你看你。陈国，我跟着你吃苦受罪我认，谁叫我是你媳妇儿。但是我不想我们的孩子也遭这份罪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行，我去，好吧，啊，别生气了啊。你记得啊。洗被单了啊，哥，水凉不凉？我帮你洗。不用。那帮你打肥皂，不用。那行，我等你洗完，等你洗完帮你晾。我都说了不用了。那你看我能帮你干什么？哥，你好歹也是部队上堂堂的排长啊，你为了一个赵新梅，我看你这样我特别难受。叔，你哥我你也有难处。哥，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考虑？我也有我的难处的。哎，淑蓉，那我帮你洗了啊。我还真以为你是来找你妹要房子的，没想到是在这儿学雷锋做好事。不是，新梅，哟，孙主任，邱主任，哎，你辞职就是为了这个吗？这清洁工怎么说也是靠劳动和汗水赚钱，你弄这套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才是不走正道。什么正道不正道的呀？哎，孙主任，您看看家里缺点什么吧。这个袜子是纯。哎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来看一看啊，那都是从正规渠道进的，都是正经八百的东西，价廉物美。爸妈，这两年我工作也攒了点钱，我想好了，这里边的钱啊，一半给你们俩，另外一半你就给我包红包当我的嫁妆就行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们不能花你的钱啊！你攒点钱挺不容易的。你嫁妆的钱呢，我们都已经给你攒好了啊！你放心吧，放心吧啊！那个，叔叔啊，那个房子妈不是给你们了吗？嫁妆钱我看就算了。你还真别说啊，咱们俩结婚那会儿那可真是什么都没有，更别说是房子了。就我一个姑娘家还倒追陈国呢，跑到山里头去找他，那图什么呀？什么都不图，就图能跟陈国在一起。没什么就没什么。是，所以那个妈，咱们是不是再考验一下齐北？房子妈不是给你们了吗？嫁妆钱我看就算了。
你还真别说啊，咱们俩结婚那会儿，那可真是什么都没有，更别说是房子了。就我一个姑娘家，还倒追陈国呢，跑到山里头去找他，那图什么呀？什么都不图，就图能跟陈国在一起。没什么就没什么。是，所以那个妈，咱们是不是再考验一下齐北啊？考验呐，那都是暂时的，谁不会装几天算呢？我认为吧，可以把这个想要的条件、达成的目的，那都摆在桌面上谈清楚了。要是行呢，就在一起；不行呢，就算了，省得日后啊，发现和自己算计的不一样，再成天找别扭、闹矛盾。新梅，没事吧？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她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是，妈，您就体谅体谅新梅吧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他爸，爸，这可是没想到啊。哎。你确定她是怀孕了？怎么早不怀晚不怀，单单这时候怀啊？也不会是为了抢房子吧？是不是？是，爸妈，你看你们说的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真是误会新梅了，是吧？这她怀没怀孕，那我还不知道吗？再说，您就不相信她的话，还不相信我呀？好，儿子，妈相信你啊，妈相信你。这怀孕了好啊，这可不能亏了我们家大孙子，是你说是吧？那房子的事儿，我就再想想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哎，吃饭，吃饭。哎呦，哎，阿姨，生意好吗？好，特别好。我听说你辞了职到这儿来卖东西，我想过来看看你。啊，我这儿争取早日让淑蓉过上小康生活。那就好。啊，你能不能把这儿先收一下，跟我去一个地方，我有一个事情要告诉你。行。行啊，行啊，没问题。来，阿姨，这里是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托关系啊，把家里那套大的新房子换了两套小的，一套新一点，一套旧一点的房子。你看啊，新梅呢，她不是怀了牛家的后代了吗？我就跟她爸爸商量了一下，就把那套新点的房子呢，让他们俩住了。这套老一点的房子呢，就给你们住吧。真是委屈你们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等有了时间，有了机会，我再给你们换一套新的。阿姨啊，您想想得怎么说？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。哎，不小。真的。咋？哎呀，我还担心你心里头不高兴、不理解呢。哎呀。其实这样说起来，怪我，我没本事让淑蓉住上更好的房子。那我们俩能有您给的这么大的房子，我觉得其实已经真的挺好了。
我谢。戚伟啊，你真是好孩子。你看我吧，我也是没福气，我没娶上懂事的儿媳妇儿，得了你这么个懂事的女婿，哎呀，我也算是有福气了。一个女婿半个儿嘛，是吧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对，没事没事，狼狈点，坐坐。好吧，走走走，小心点啊！哦哦，小心点，别磕着了啊！哎哎，放吧，我先上去，再往上搬吧。啊，放慢点，放慢点。哎呀，你们别把自个儿磕着了啊！慢点慢点慢点。哎，好嘞，好。哎呀。哎哎，大哥，没事，你先往里去吧。陈博，你那个，你膝盖不好，你就别搬重的了，你去帮我倒杯水吧，热的啊。行，那慢点啊。快点，往里去，快慢走。哎，现在是个孕妇。哎哎，你怎么揣搬东西来了？你这放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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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重这个，我跟你说了吧，你就别搬了吧。上里边歇着，去去去去去里边歇。啊！哎，你轻点，里面有东西。啊，媳妇，好，水来。那、那么烫啊？烫。你现在烫的是我，以后你烫的就是咱们儿子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我哪知道。哎，来来来，房子真好看啊！这个看着才像是温房啊。那也得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呀、啊。哎呀，要我说，咱这孩子生下来呀、啊，第一个要谢的就是姑姑和姑父。你说要没你们，这孩子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吗？那都是咱们孩子命好，一出生就可以住好房子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命就不好呗？那什么，那个这也收拾差不多了，我简单啊做两个菜，你们俩就在这儿垫吧一口得了。啊，不用了，哥，我们也打算回去了，走吧。啊，那行，那改天我都收拾好了之后过来了和点 啊。改天我请大哥跟嫂子吃顿饭吧。过不了几天就是我跟淑蓉大婚的日子，我请大哥还有嫂子一起见证一下我们俩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。那肯定去，我亲妹妹，送你们，我送他们啊，走啊。只要卡秋莎幸福快乐，嫁给谁我都没意见。我圣洁的雪莲花给采摘了，是吧？雪莲花，说什么？雪莲花，我有我一条。什么？小草没了。喜梅啊，要不然今天你就别去了，婚礼人多，我怕再挤着你。我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可是当嫂子的，这么重要的场合我得去。那你要去你挑一下稍微肥大点的，因为你穿这个吧确实挺漂亮，但是有点盖过殊荣的意思。
哎，打扮漂亮还有错呀？我非得把自己弄丑了来衬托新娘子呀？我打扮的好看也是给你做面子呀，不光是我，你也得打扮的帅帅的。今天好多老朋友都在呢，我们可得体体面面的。行吧，挺帅的。你走吧，走走。那要咱开始了？不合适，不合适。牛成国和新梅是大哥大嫂，再等等吧。再等等吧。哎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你们赶紧。哎哎哎，叔叔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都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都到齐了，安静了安静啊。这个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我受新郎也是我大哥齐伟的委托，充当一下司仪啦。掌声在哪里呀？下面请新郎跟新娘上场。哎，叔叔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那个，请新郎讲两句。大爷，大爷，那个，下一个环节，下一个环节，下一环节，交换戒指。叔叔，你是我这辈子喜欢的第一个女孩，你是我生命中从来都没有熄灭过的火焰，你是指引我走出黑暗的光明，我爱你，我会爱你一辈子。